携手仗剑天涯逍遥乾坤地，降妖伏魔留正气，守护正道大地。看着岁月艰难被遥望，把酒对明月独寒来相见，醉生梦死惆怅寸断，只为诛仙。东征西战度日如年，问苍天一剑能否天，黄帝郎踏破九霄贯穿千古，问苍天一剑能否天，黄帝郎总不能携手霜雪吹满头，已算作白首。刀绝之，撩式！哇，小凡好厉害，居然可以与三阶皇兽战斗！姬子香，你能不能从我身上挪开？你快把我压断气了！朝生哥，对不起啊！正面战一场，好，咱们正面一战，你就别躲开。笨狮子，上当了吧？你这个黄毛狮也不过如此，当我的坐骑都嫌弱。原来这狮子这么弱，看来只是二级皇兽而已。如果我趁机出手，那战果不就是我的了吗？超生哥别去，那是三级皇兽，太可怕了。你人懂什么，就算是三级皇兽我也能杀。没想到姬小发这小子连三级皇兽都杀了，哼，这次算他们命大，哼。哎，废物。哇，长生哥好英勇啊。长生哥你好威武，好厉害，把三级皇兽都杀了。你别碰我。我将他给宰了，我果然是最强大的。哎，你还不快给我把兽魂给我取出来。队长，你这么随意指挥翠香姐不好吧？你管我，谁才是队长，谁才是杀黄金狮子的人？翠香姐，
这个送给你。哦，哎，尽管人家很漂亮，但人家只爱长生哥哥。小凡，你还是留着送给若水那丫头吧。啊，这是半生金石花，可以修炼金灵气的灵药。嗯，是半生金石花，可惜还没有达到灵药级别，但也很合适翠香姐。翠香姐在我们中间实力最弱，有了她，提升实力不在话下。既然她怕误会，那就算了。队长要是把花送给翠香姐，我没有什么意见哦。给你，拿去。长生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快点收拾一下，我们还要赶路呢。刚刚在黄毛狮的身上发现了这些东西。划算划算。哎，小滑头。